找妈妈。我来捉你们了。我们一起去找他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们是青青草原上最有同情心的小羊了。你们别让他继续趴在我的头上啦。他在撒尿啊。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怎么可能是他的妈妈呢？他是一只鸡呀、啊，怎么可能是你妈妈呢？而且还是一只公鸡。可是我破壳而出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妈妈。你第一眼就看到她，就觉得她是你妈妈了？是的，但她真的不是你妈妈。那么我的妈妈到底在哪儿？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要把小鹰交给村长吗？我觉得交给包包大人好一点吧。我们一起去帮小鹰找妈妈吧。哇，怎么懒羊羊忽然变得这么有同情心了？青青草原这么大，小鹰能掉在我的头上，也算是缘分。那我们就马上出发，一起帮小鹰找妈妈吧。谢谢你们，出发吧。这就是你和公鸡相遇的树林吗？是的。那我们赶紧行动吧。懒羊羊，你爬那么高干什么呀？我看到树上有个鸟巢，我问问上面的鸟，看看有没有线索。放心。没想到草这么软啊。懒羊羊，你快起来。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？这是什么？好漂亮啊！这叫花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悬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野猪的头发。你胆子好大，竟敢揪我的头发！这是草原上的花，快跑啊！跑了这么远，应该没事了吧？我刚刚摘了些草莓，你呢？快过来吃吧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你不饿吗？美羊羊摘的草莓可是很好吃的呀，你尝尝吧。草莓被吃光了，吃的好好吃呀、啊！你吃东西的速度比懒羊羊还要快。不会吧，我才吃了两个。没关系，我还有蛋糕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蛋糕，
是很美味的点心。真的吗？啊！滑大手啊！没事的。你真的是太过分了吧！草莓都让你吃光了，你还要抢我的蛋糕吃？懒羊羊，你看他还这么小，什么都不懂。我们应该悉心教导，动不动就骂是教不好小孩子的。现在受伤害的可是我呀！你们居然还要责怪我！懒羊羊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这不关你们的事。懒羊羊，对不起呀、啊。懒羊羊，我们走吧，不要理他。懒羊羊，我吃光了草莓，又吃了你的蛋糕，害你饿肚子了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吧。我没有那么小气了，说对不起的是我才对呀、啊，我刚刚对你那么凶，小心啊！懒羊羊。你说原谅我是假的、不是的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已经原谅你了。你们好，我是鹰王国的大使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鹰呢？他是我们的朋友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找到王子了。王子，英国王和王后生了一只蛋，搬运的时候遇到一阵大风，蛋掉到这片树林里。我们下来找，只发现一个孵化了的蛋壳，所以我敢肯定，王子已经出生了。什么？原来小鹰是王子？懒羊羊，我们赶快带大使去找王子吧。小羊们，你们来了，看我怎么把你们一网打尽。沸羊羊、美羊羊，我们找到小鹰的父母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哎呀，小羊们，这次你们跑不掉了。大家马上保护王子的朋友。你们太卑鄙了，居然以多欺少。可恶，我们的羽毛湿了，飞不起来了。除了小羊，还捉了这么多只鹰，真是大丰收啊。我们快去找救兵吧。今天晚上我的主菜就是清炖懒羊羊。懒羊羊，你快点放了懒羊羊！哎呀，这铁笼是通了高压电的，你们这群小羊别想逃。我是不会让你伤害懒羊羊的。一直以来，你是最想帮我找到妈妈的。为了我差点受伤，把最好吃的草莓都让给了我，现在由我来保护你吧。受伤的。
就是要伤害你的王子和子民的恶狼。原来就是你，这是误会。我要代表鸟类惩罚你。嘿，哈！哎呦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禀告国王，我们已经找到王子了。我的儿子在哪儿啊？禀告王后，王子在这儿。哦，我的宝贝。妈妈，儿子，太好了，你终于找到妈妈了。是啊，谢谢你们，尤其是懒羊羊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。哇，好威武啊！小鹰以后也会变成这样吗？那当然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再见了，你要保重啊。你也要保重啊。有空来我们王国玩。